好的，谢谢乌兰图雅为我们带来的这首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。魏胜男，我觉得其实用地北天南来形容咱们乌兰图雅来到澳门再合适不过了。为什么呢？乌兰图雅来自内蒙古，你看这地域跨度呢，真的是从地北来到天南。说到这地北天南，或者说天南地北啊，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，因为我们团中的很多文艺家还有。